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更中的 S 行者。这次带大家来到位于云林县古坑乡的云林无学步道。登山口位于华山咖啡大街电信局旁，步道单程距离约 0.6 公里，往返时间约 0.5 小时。步道入口处有停车场、厕所等，休憩凉亭及座椅沿途可见。整条步道沿着溪流而行，行人道上有刻画着古字的瓷砖，更有云林地方文学作品刻于巨石上。闻着庄园飘香而来的咖啡味，听着涓涓细流的流水声，看着文艺气息饱满的石碑，又是条不可多得的好步道。就让行者带着大家一起践行去吧。星夜万千星儿手作掌，北斗七星位上方，星夜晴空光点闪，十五犹见月亮单，美景夜色边际广，绝顶咖啡浓醇香，华山风华民众扬，文学诗词尽情赏，文学步道啊。古坑华山从小到大去过应该有10次以上，每到了华山，除了咖啡夜景步道外，那三面环山翠绿苍郁的景色更是使我怀念再三的印象。不愧为华丽山村，也有人称云林阳明山，具有产业文化、观光休闲、生态及土石流教育园区等功能，加上云林文学步道，更是带给我们旅客及山友们丰富特别的生活体验。刚走进这个文学步道的入口之后呢，沿着这个路径下来，哇，右手边这里有一个小池塘，里面养了几只的鹅，哇，鹅在那边拨弄自己的尾巴，拍打自己的翅膀。那文学步道最有名的其实就是他们这种下面这个地砖，会有一些，即便是古代人可能也看不清楚它是什么字，现在这个我就不知道它怎么念了，可能是搓吧。往前这个有一个米字、尾字、追火，叫做鸡，它右手边都会有一个读音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这边，哇，这看起来应该是个床，应该在睡觉做梦的意思吧，不过有点碎裂的。整条文学步道上很多这样的一个专列的式的一个文字，左右两边呢鸡鸭鱼鹅不停鸣叫，相当美的一条步道。好，继续往前走了。古坑华山景色秀丽，民风淳朴，但土石流重创该区，行政院农委会呢，它结合云林县政府古坑乡的公所着手灾后重建，成为台湾咖啡的故乡。云林呢文风鼎盛，孕育了多位文坛的大家，为了汲取灾后与大自然的和谐，所以呢创建了这个云林文学步道。这边呢有很多文坛大家的手稿，刻均在土石流带来的巨石上面，漫步其间，当咖啡遇上了文学的雅致，值得我们慢慢品味咯。真的是一条很棒的步道，溪水、河流、咖啡、文学，赞！云林县当代文学家年表，乾隆、嘉庆，哦，这一路下来可以看得到著名的云林的文学作家，哦，比如说像这个绿地啊，
还有这个季季的长短篇小说，沈文台哦，王邦雄，这个以前我们那个课纲读本都有的，王邦雄的儿湖月刊季季，王邦雄，都是一些相当著名的云林当代的作家。整条文学步道呢，将这样的年表刻画在大理石上，并且放在步道旁边，相当有文学气息。路上呢，也不停的有一些人呢在这边走走。其实整条路伴着溪流，相当的清爽，真的是一条不错的步道啊。这就是咖啡豆成熟的待烘干的。开始比赛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哇，好，结束，姐姐获胜，赢一秒，赢一点点。华山地区既有15个主要步道，完善的步道规划适合喜爱登山健行的山友们。其中我们这次来走的云林文学步道是属于较为平缓，且距离约 0.6 公里，约半小时左右就可走完全程，是相当轻松且具有特色的步道，更是华山地区首条以文学为主题的步道。由入口处电信局步行至三角一号桥，看着脚下胶纸桃拼贴的早期文字，后沿着华山溪而行，观察旁边用生态工法整治的溪流，欣赏土石流巨石上的12位文学家作品，沿岸咖啡也将花香味淡淡飘散，更有柳树九重葛错落其间，仿佛热烈迎接每位来自远方的朋友，随处都带给我们少有的生活体验。华山休憩区内不仅有咖啡大街，有着景观咖啡厅品尝热饮，更有烤肉露营、野餐休憩等选择。文学步道两旁也种有咖啡树，这次来访就发现许多咖啡豆树。本来想在步道结尾的咖啡园坐下来喝杯咖啡，也休息一下，无奈行程较赶，只在外围巡看一番，便与弟弟回头再看看文学走廊了。下次大家若有机会来，务必停留喝杯咖啡再走咯。若喜欢影片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。 S 行者，我们下周见，谢谢大家。